吃的这些。今天庆祝什么啊？庆祝有人两科一百分吗？搞第二名。他算考第二名啊，有两科考一百分。当然有。金伯云穿衣服好有特色哦，那外套穿三分之一的，还是三分之二？金伯成又很特性哦，穿得满满满的。那金伯体呢？干得很。谁点的面？好吧，你的汤可以吗？来弄吧，好吧，你的卫生。好，帮忙放啊。用力！哦，有那么大一碗？对啊。